大家好，我是兜兜，我现在在重庆的一个大山深处。现在大家看我身后那个远处有一栋白房子，那个地方呢好像住着两对老夫妻，但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在这个地方住呢？他们现在住在这个地方会不会感觉到很孤单呢？其实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白色的房子，它并不是一处普通的房子，就这么一栋白房子年入多少呢？我先给大家透个底儿，像这一栋白房子最少年入上百万呀。您现在就住在这儿？嗯，点点啥啊，快点点点啥。你在这块给人家就是守这个电站？嗯，我去怎么办，用旁边修用。哎呦，回来了回来了，过来。哎，这你们现在几个人住在这里啊？他们搬到这儿当干啥啊？你不在这儿？我不在这儿，我三十的，我买不住啊。这是那啥，你的那个孩子？嗯，孩子在这儿。然后你过来。嗯，本来在那边房拆了。嗯，然后到这儿来了。嗯，房拆了，他们在还不是买房的，原来不打工的，不在发电的。嗯，老了退休了，不要了，他别扶他老家，回来买房住。啊，就是在这块先工作，嗯，然后工作到老了，嗯，然后回老家，嗯，然后再买房子住。那就买了，啥该拿去买了。啊，在这边他现在是这属于工作地方。嗯，他们把家抄来还后头，家抄来就是他们的老家呀。啊，就是在那边是他们老家，嗯，就是沙市县城那个。嗯，拆了啥房？拆他们的。啊，房子拆了。如果敢看呐，嗯。就是高楼，嗯，就是他们几层楼拆掉了。嗯。啊，那就是现在在这块临时住。嗯，就不发电了，他不从那去买房子了。哦，这儿如果到时候不发电了，然后他们就换到别的地方去买房子啊。嗯。这地方里面现在就住着你孩子，就是你们一家吗？嗯，还有别人没？没得人，婆婆呢？婆婆，他们现在在这儿住着，人家给他发工资吗？发了，没给。就是给他们这个看店嘛，是吧？嗯。哦。你去烤火呀？然后有个小伙计来烤了。啊，我看这是办公的地方，不好意思进去。嗯。这边的话，就是他们是给就你女儿一个人开工资吧？嗯，还人家开一下，人家给他呀。啊，给他们付啊，两个人，嗯，啊，给他们两个人发，嗯，原来人多啥，原来担心多啊，原来人多，几百刀啊，几百个，对，还他只有两个呢，底下也只有两个，底下电站也只有两个，啊，就是现在一个电站就两个人，嗯，你们在这儿多久了？我们在这儿十几年的，哇，十几年了，这地方，啊，以前是不是，条件不好呀？我是花店的，我搞这些。啊，这个楼我看着有的好像是新的，那个有个新的那个。我的。那个是之前十几年就那样子是吧？公路。就这个电站。哦，电站才也才修十几年。哦，那你们就是说就是在这儿工作呢？嗯，对吧？我工作十几年了。啊，嗯，我天哪！在这块你们工作觉不觉得无聊？搞习惯了，没事。那你们以后还回去不？我们本岛这些娃儿都是这儿土生土长的嘛。啊，就是以后在这边就定居啊。啊。你们在这块那啥，这是那啥收入咋样？收入，我反正是收入，反正是县里吧，这收电站嘛，一年几万块钱。就是说，净挣一年几万块钱。嗯。就是没变过。没变过。哦。那工资。反正是些老人家嘛，也没得负担。哦，也是。人都在外头。嗯，那也挺好的，这净挣几万块钱，没有太大负担就好。没得负担，这两家的妈在这儿。哦，好着呢。那孩子都在外面上学。孩子。上班。嗯，压面条。哦。你们那届多少？多。你们那届能跑几年？嗯，咸阳市，冷冷哈，冷得很。好多年不下雪。我们这里不下雪，往那里山沟沟里不下雪。不下雪啊？那夏天是不是可热了？也不算那么热，这里也不算。那有多少度？三十多度？一般的。35-6度。热很的是有35-5度哈。最高35-6度。啊，那还好。你们这也就是等到那个
到年工龄了，然后也有那是退休金嘛啥的吗？一共买的就是有吗？那你们自己买？嗯，他不怕，他不凶人，他不咬，他不凶人，不咬，就是他胆子其实有点小。嗯，我们都是胆子也小。但是他不叫唤，他也不咬人。他卖身上的他也不打招呼，不叫不叫。不叫。嗯。啊，那你为了响声怎么办啊？没有响声。那你为了我只。不是。这不是我的，这是那个亲戚的，然后让我带着嘞。嗯。他像一有的狗是我的话，哪怕他不咬人，他那些人在打响声。嗯。他现在不打响声，像个闷声儿哦。对，闷的。我以为他是哑巴，啊、然后咱好像不。走。但是好像不是。你看那身上那呱呱的高傲啊，慢点儿的那些。哇，他们在这个地方，啊，这个生活挺好的，一年几万块钱，然后没有什么负担。看，在菜园子里面，这个院子里面种种菜。啊，这个冬天也不是很冷，基本上不下雪，然后夏天呢最热也就是30多度，水取之山泉水啊。嗯，就这个楼房啊，刚才上去寻我的狗子，顺便了解一下这块的情况。那这块呢就跟我之前去新疆的时候在沙漠里遇见的那对夫妻的那个情况啊差不多，但是还有一些地方也是差得挺远的。首先环境的问题，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发电站，所以那个电呢是不缺的，而且这个旁边它就有水，所以就是水电齐全。包括这个信号，因为这一块离镇子上并不远，所以他们自己要比如说是采购物资的话也是比较方便的，自己骑个摩托车呀，或者是等等的让别人送也行。但是之前的那个沙漠中驻守的那夫妻两个，确实每天呢一到晚上没有水没有电，是连信号都没有，在那块生活确实太无聊太孤单了。而在这个地方呢有水有电有网，我觉得在这块你看依山傍水，这个环境又好，在这块养老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们在这儿已经生活了十几年了，从建这个电发电站开始他们就在这儿待着，所以这块的简单的这种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在咱们外人看来可能觉得这个地方会不会太孤单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很平常的一种生活。